是时候去染头发哦。这次要染什么颜色哎？这个颜色。今天我不用开车，我现在就要出门去染头发。然后为什么拿这样一大堆东西？因为我在赶着片。Yeah man， 这个东西今天晚上就要出了，微电影。结果我现在还在赶呢，我希望今天上得到。今天是拜六，9月30号下午4:44，今天晚上8点要上，我真的希望来得及。我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这样大胆的去染这个颜色，对。粉红色，但如果好奇我手上这也是什么的话 ，Unicorn Makeup Brush， 这个是我花了1块钱在 Shopee 买回来的，5支1块。这个东西其实是化妆用的，但是我当然不是买来化妆啊。我已经到这边了，但是现在很惨的一件事情是一边染头发，我们还一边赶这个影片，不然今天晚上8点大家就见不到我们了。你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要陪我来染头发吗？因为我们要一起把那个片弄完。可以吗 ？OK， 我的发型师 Ivan。嗯。喂 ，Hello。你知道我今天要染什么颜色？上次我们染了干嘛？我们看到的是恐怖迷思好吗？恐怖迷思好，粉红色。选这个吧。Oh my god， 粉红色。我们选最暗那个啦，你要它慢慢掉就上来了。反正洗完了它，慢慢拖到粉色就好。对，把那个颜色拉高它。就拉变亮了。它就会拉浅它。所以过后会变什么颜色？就慢慢让它一直上。还有上这个、啊，对，因为这个是粉色系列的 ash pink color， 所以你觉得我染这个粉红色会好看吗？可以试看啊。我有一点很期待等一下出来的颜色，它是有一点像紫色，会不会像这种 pink？ 这个呢要。蛮就是比它还要高的 level， 可是你要的颜色基本上已经没完了。这个是我在另外一个 brand 求回来的一组颜色啊，没完了。Bobbycar 的最后一支来了，这个就是我光头的样子，多好啊！来染头发、剪头发有月饼吃啊，多美啊！那包装，哎，有月饼又有茶哎、欸，刚刚好。然后你又晒月亮，赏月。有点丑。头发其实是 purple 色，紫色比较多，因为这次先染出来的它会比较深，然后慢慢洗，它的颜色会慢慢脱去粉红色，所以等下出来应该是比较深的紫色。你可以洗了。哦，可以洗了。OK。为什么你相信这个是紫色？啊？为什么？你觉得这个是紫色？它看过去像紫色啊。Yeah， 我真的很好奇。你看到了、欸？这样你都看到？不可能啊！这样看到，这黑色来的。吓你！ Oh、my, 是紫色啊？对，好厉害！对你猜到了。这个应该是你们第一次看到我头发这样颜色这样深的一次，好深哦。Thank you， 拜拜，慢走啊，拜拜。过几天等它脱色了，应该就是粉红色。我们现在在 Starbucks， 再把片赶好，然后在那边做好东西，我才回家。我其实还蛮喜欢我现在头发的颜色，但是我现在有一股冲动，想要回去把它洗，就是一天可能洗个5-6次之类的，这样把它洗到变粉红色。我们不懂在这个 Starbucks 待有多久。后面的门都关门了。
我这脚在越来越软，它越来越不中用了。我们现在来吃韩国餐，我很喜欢吃这边的韩国餐，我喜欢这个。一整天没有吃东西，因为刚才我一整天都在剪片，都在剪那个微电影，所以很期待回去洗好头发过后，看我这个现在看起来像紫色的头发会脱成什么颜色。理发师讲会脱成 pink 色啊， Let's see。我现在回到来彤彤的公司这边，然后我发现一件事情 ，unicorn， 因为发现我跟 unicorn 长得很像，它上面也是有紫色，我在上面也是紫色，但是我不要紫色，我不要紫色。我素颜。我不要紫色，我要把它洗成粉红色。我现在要去试看洗，洗完出来看一下是什么颜色。我现在要。我是要冲凉，要洗头。那你可能给你们看我冲凉哎。结果还是紫色。GG， 结果还是紫色啊！结果还是紫色，微微洗一次还至少会浅一点了，可能因为我这次的紫色染得太深了啊，所以它没有办法洗一次，一次就跌去。我为什么会想要染粉红色哎？吹头发真的是一件很累的事情，给你们看一个东西。这张照片是我生日的时候一个扣子画给我的，就是祝我生日快乐。然后我很喜欢这张照片的一点是它太真了，太写实了，这个根本真的是我来的。它这边写 Happy Birthday， 然后这边写 Choose your hair color， 我就觉得哇，这个东西 Yeah man， it is me man， 头发颜色一直不停的在换哟，你有 freestyle 吗？这个是我。然后当时我的这个颜色，我的这个颜色是白色，因为那时候颜色脱完了，没有任何的颜色。然后你看嘛，旁边这边他叫我 choose my hair color， 有蓝色，有紫色，有黄色，基本上这些颜色我已经尝试过了，大致上都已经 try 过了。但是我发现这边里面少了一个颜色，少了什么颜色？哎，对，没有错，就是粉红色。这个是洗了三次之后的颜色，洗了三次它就已经脱成这样了，它已经不是那种刚染出来那种这样深紫了，它现在已经有一点带一点浅紫，一点灰色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相信它慢慢脱，它应该会脱去那种类似粉红色这样。我为什么这次会想要染粉红色？是因为我发现其实自己染过其他很多不同的颜色，青色、红色、蓝色、紫色、黄色、brown 色、白色，我都染过。但是可能你们不是全部都看过，因为我现在很久之前染了。但是我染过这么多颜色，我就是没有染过粉红色，因为粉红色是一个还蛮大胆的颜色，所以其实以前都没有想过要染粉红色，因为怕自己不适合。但是我真的很好奇粉红色长在我头上会是什么样子，真的很好奇我头上如果粉红色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好奇粉红色在我头上会不会好看。因为你知道韩国欧巴都很喜欢染粉红色，所以我要尝试染粉红色。虽然我不是韩国欧巴，所以这次我就不管那多了，我直接去就是了。不过虽然讲染出来的颜色是有点深啊，根本就是紫色啊，但是我相信应该多几天就会慢慢的脱成粉红色。大家之后看我的影片，应该就可以知道我的头发颜色有没有脱成粉红色。By the way， 很久没看到这个场景了，对不对？大家有想念这个场景吗？哦，对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应该有发现到这个 unicorn brush set 哦，这个东西其实是女生拿来化妆用的，五颜六色的毛，还有 unicorn 的脚。但是其实我是拿来画水彩的啦，还有拿来清理一下我的 lens 啦，如果肮脏的话。这些东西只需要一块钱就可以买到了，是一块钱一 set 哦，一 set 里面有五支哦。如果你们谁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下载 Shopee Malaysia app， 然后搜索 Shopee Mall Surprise， 兑换一块钱，然后用我的这个 code Cody E， 再输入你的付款方式跟资料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只限于首300位新注册的 Shopee 用户。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想要的话，就真的要快点，尤其是女生啊，一块钱啊，而且是免邮费的。因为现在 Shopee 你不管买什么东西都是也，因为现在 Shopee 你不管买什么东西都是免邮费的。然后在 Shopee 他们有推出一个新的东西叫 Shopee Mall， 详情你们可以自己到 shopee.com.my 去看。所有你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品牌，你都可以在这个 Shopee Mall 里面买到。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呢。分享就到这里，影片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在影片下方点个赞并且分享。想要认识我的话，也可以在我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上面 follow 我。那些已经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的，不要忘记点击订阅你旁边的这个小铃铛，这样我每一次更新你们才不会错过。那些还没有
订我的 YouTube 频道的，也不要忘记点击下面或者这里订我的 YouTube 频道。那么，兔子们，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悄悄，我刚为什么会突然间抖了一下？那感觉在小便的时候才有哎。